寿丰乡联合丰年节风华再现，舞动寿丰是在平和国中运动场来登场。寿丰乡长刘耀宗表示，寿丰乡拥有多元的族群，其中原住民人口占全乡人口的四分之一。对于发扬部落原民文化，乡公所会持续的努力，争取资源来依助部落的建设，提升寿丰乡原创产业的能见度。寿丰乡联合丰年节在乡亲的引颈期盼下，平和国中运动场登场，各个部落精彩的表演展现了部落原动力，获得与会贵宾赞赏。乡长刘耀宗感谢原住民乡亲凝聚部落的力量，让文化祭典可以传承，更期盼部落青年能够延续珍贵的原乡文化并发扬光大。感谢我们的祖灵祖先来到我们寿翁，辛苦的开垦守护我们的领土的领域，然后给我们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给我们庇佑我们能够年年丰收，身体都非常健康，过着非常愉快的日子。感谢祖灵给我们带来的恩典，我感谢每一村的村长还有头目能够合作的来举办这个活动。会场中大家手牵手跳舞同欢，虽然汗流浃背，脸上却充满了欢乐的笑容。大家围着圈圈，随着音乐旋律踏着轻快的步伐，气氛相当热络。记者刘明胜综合报道。